会议主席宣告开会。各位同仁，大家早。现在出席议员已经达到法定人数，开始进行第22次会议。报告事项。各位同仁，今天的议程是专案小组报告、讨论议案、临时动议以及闭幕典礼。同时，昨天本会有收到陈情书一案，将转交给当事人。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21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30日上午9时42分至12时11分止，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详如附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4人，本会秘书长陈威成等3人，主席萧议长淑丽、郭副议长明斌。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上午专题讨论渔果菜市场工作报告，下午各审查委员会审查议案。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本日议程专题讨论渔果菜市场工作报告，花莲议员廖天龙、张秀华、陈信之、张龙藏、王美惠、傅大伟、蔡永泉、蔡文旭、蔡龙峰、戴林、吴尚明等议员，达户主管渔市场总经理詹瑞邦、市长涂醒哲、果菜市场总经理陈火川、建设处副处长罗志正、社会处长张元厚等单位主管。花莲要点：廖天龙议员探讨渔市场污水处理排放不良，理应严以改善之道，且在未改善之前应请环保局协助清理问题。探讨果菜市场因太子楼拍卖场新建工程未领使用执照及进行营业，显然政府带头违规，并请尽速解决日晒雨淋问题。张秀华议员对渔果菜市场总经理进行工作报告文不对题及太阳能板施工时程延宕提出质疑，陈总经理于异常保证8月底前会完工，并请市场应负全责面对问题进行改善，陈销人无奈心声，建请场所未改善前应严议降调降租金。陈信之议员探讨渔果菜市场设计规划不当及使用执照未取得及营业问题，建请政风单位应介入调查以厘清真相，对承销商之损失是否应严议解决之道以解民怨，不应推诿涉责，并请陈总经理为果菜市场营运全力以赴。张龙藏议员探讨果菜市场因环境缺失造成农产品损害，建请市场应建立补偿机制，并对市场于异常答询混淆视听行为提出质疑，且应尽速改善南侧遮雨棚设施。王美惠议员探讨渔果菜市场水沟设计地板规划不当及场内多项缺失，应进行改善以解决承销人困扰问题。探讨果菜市场停车场空间不足，理应严以配套措施，并解决车辆随意停放问题，建请陈总经理应进行劝导。傅大伟议员探讨渔果菜市场搬迁事宜，请市长不应邀功诿过，不应推卸给前草，理应盖瓜承受，对厂区排水设计不良与屋顶漏水、停车位不足等问题应尽速严议解决之道，才是大有为政府。蔡永泉议员对詹总经理对于市场历史原有书写错误提出质疑，并探讨渔果菜市场设计规划及各项缺失应盖瓜承受，不应有官僚作风，建请市府往后对公共工程应严格进行把关，以提升工程品质。对停车场应种植树木遮阳，且应采透水性工法施工等问题。蔡文旭议员建请渔果菜市场于5月31日上午9时前提供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供参，探讨渔果菜市场各项缺失，建请市府应邀集相关单位召集会议，拟定解决方案，研议可行方案来彻底解决问题，并于11月定期会工作报告将渔果菜市场业务报告内容列入，并由侯副市长带领成立物流中心专案小组，探讨渔市场污水处理不良与遮雨棚缺失等问题。蔡龙峰议员探讨是否对渔果菜市场多项工程缺失、改善牛不化、果菜市场摊商请求损失赔偿等问题，并请陈总经理确认太阳能板完工时程。带领议员探讨渔果菜市场改善工程与摊商赔偿问题，对新建物本身有缺失部分应由市府进行改善规划，并于下个月提出解决方案。吴尚明议员探讨渔果菜市场停车不足、日晒雨淋等问题，建请市府对货物转运中心开辟案应经警与县府进行沟通协调，必便解决停车问题。结论，请市府建设处及果菜渔市场公司应参酌议员之建议，尽速严拟改善措施，务实在对短时间内有效解决目前各项缺失，这样才能吸引临近县市的人潮愿意进入
位于本市交通枢纽重要位置上的农渔产运销物流中心，进而为本市带来经济效应及地方繁荣。征询事项：中午12时开会时间已届，主席征询大会同意，时间延长至议员发言结束或大会无异议通过。散会12时11分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确认。专案小组报告。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专案小组报告。那么共有财政小组一案，请各位同仁翻阅专案小组报告，请议事组宣读。小组名称为了解是否出售市有土地及管理情形专案小组，成立依据本会第9届104年第23次临时会以20号决议案。召集人张龙章议员，小组委员黄秋泽、吴尚明、苏哲峰、洪友仁带领等议员。开会会次及时间：第4次会议，中华民国105年4月15日。说明依据嘉义市政府105年2月26日府财产制第105-13-00520号函，为本市鼻子头段391-6D号等6笔市有土地拟出售案办理讨论事项，建议市府办理土地出售时，请以市价为主，并将最后预估价送本小组审议。结论：依本市鼻子头段391-6D号、龙段5小段4-2D号、龙段5小段15-4D号、龙段5小段17-15D号、白川段52-13D号、白川段52-284D号等6笔市有土地，本小组同意市府办理让售。二、市府办理土地出售时，请照市价来办理。三、日后市府提供资料，其中使用现况，请详细注明连线，并将公告地价及现值价格分别注记。四、为维护市场及了解市府出售市有土地及管理情形，请大会准予本小组继续存在。以上报告提请大会裁决。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本案报告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决议照小组结论通过。讨论议案。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各类议案二三读会的程序。那么对应经三读会程序之议案，在完成二读后呢，继续进行三读，请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无异议通过。讨论市政府提案。好，各位同仁，请翻阅市府的提案，一共有6案，现在进行讨论。编号甲一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一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有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并执行，审查意见照原编通过。好，各位同仁，甲一号案经交付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那么完成审查，审查意见照原编通过。那么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是否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那么继续进行三读，请议事组宣读。案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编竣提请审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好，各位同仁，对于甲一号案二读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继续讨论甲二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二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104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并入104年度决算办理，审查意见照原编追认通过。好，各位同仁，甲二号案经交付各审查委员会联席会议，那么完成审查，审查意见是照原编追认通过，请问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继续进行三读。案由104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二号案二读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好，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继续讨论甲三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三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有为修正嘉义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并报行政院备查，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好，各位同仁，甲三号案共有35条的条文，
其中有关第二、第八、第十六、第二十以及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总说明以及条文的对照表，请各位同仁自行参阅。那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甲三号案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原案通过，完成二读，继续进行三读，请议事组宣读。案由为修正嘉义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提请审议。好，各位决议原案通过，完成二读。各位同仁，那么对于甲三号案二读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照二读的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继续讨论甲四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四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未制定嘉义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并报卫生福利部核定后公布，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好，各位同仁，甲四号案共有十五条的条文，有关自治条例草案总说明。好，来，张秀华议员请发言。主席，因为这条是那个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哈。是咱市长呢，以任内呢，哈，对这个食安城市的重大诶政见之一，所以这个要设这个自治条例之前呢，我有去专攻哈各管区的这个有设自治条例的这个管区呢，该邀起来做比照哈。那这边呢，我有几项呢，我大概有跟他们卫生局相关单位哈，也有讨论过。几个部分呢，我想有叫人请假，有叫人做这个文字的修正哈。那我想各位同仁呢，桌上应该他们卫生局都有一张哈。针对第四条这个部分呢哈，就是说他们这个食品安全推动小组呢，以这个会议的结论呢，比照台北市每年市长市政报告的时候呢，应该要向议会报告哈，这是第四条请假部分。然后第六条的部分哈，第六条这个部分，因为咱甲台北市是同款哈，拢总是属于较消费的都市哈，所以这个第六条的部分，我也请他们，有共识之下呢哈，做下这样子增加这个一个第二项哈，就是本市辖内贩售之猪肉及其制品，不得检出瘦肉精。那在第九条的部分呢哈，资讯。应该更透明。咱市府定的呢，伊是干那讲24点前以来呢，爱主动通报本市的卫生局。那本席呢，参考台北市，它有多定的资讯透明化，就是讲，当有问题的厂商呢，你伫你家己公司的官网要主动公开，然后我们市政府呢，伫咱卫生局公家的官网里面，也要去做这个。资讯更透明的部分，这个是第九条哈。那第十二条跟十三条这个罚则的部分呢，也有做这个稍微的修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请卫生局哈？各位同仁大家看一下，看有什么意见无？这个修改部分，以上谢谢。好，谢谢张秀华议员。好，各位同仁，对于甲四号案，张秀华议员提议，那么有部分条文做修正。在各位的席桌上都有参考的资料，这当中包括有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以及第十二条有做的部分的修正。那么，请议事组宣读。好，宣读修正的部分即可。修正通过，修正部分第四条向下加入第一项食品安全推动委员会决议之事项，市政府应追踪管考，主动对外公开并纳入每年向嘉义市议会提出之施政报告。第六条向下加入本市辖内贩售之猪肉及其制品不得检出瘦肉精等字。第九条健康之饮食向下全数删除，加入
或获得国内外卫生主管机关或制造厂商之食品不安全讯息时，应依下列规定办理：一、立即主动停止制造、输入、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二、于卖场实体通路及网虚拟通路公告停止使用或使用；三、立即下架，并于24小时内主动通报本市卫生局。前项第一款回收方式，食品业者应公开说明之；网络平台业者应配合第一项食品业者同步进行网络公告，并自行下架、移除拍卖网页。第12条，第一项三字之下加入第六条之下加入第一项三字。第13条，违反向下加入第六条第二项等字。好，议事组已宣读完毕，各位同仁对于甲四号案还有没有其他意见？谢谢。好，廖天龙议员。我想要讲，因为这咱有甲修正过吼，我为着讲，卖后以后讲，是不是咱市府若是讲，如果不同意的话，他要提出复议，你知不知？我是讲，是不是在这个所在吼，都能表示因的意见？那无意见都无这个意义啊。无你讲，即马咱甲修正过，当然啦，是他有感觉讲无问题，都无要紧，那有问题他要提出复议啦，都较麻烦。啊，是不是讲，就讲这几条尔？是。听讲是甲伊沟通过啊，安尼无咱是毋是市长来答复一下，看安尼是毋是同意这个条例修正安尼？好，请问市府对以上修正条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大会做成记录。那么各位同仁，请问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决议修正通过，完成二读，继续进行三读，请议事组宣读。为有未制定嘉义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决议修正通过，修正部分第4条向下加入第一项点点点，然后报告等至第6条向下加入本市辖内点点点，然后瘦肉精等至第9条自以时三字删除加入或获得国内外卫生主管机关点点点，然后移除拍卖网页等字。第12条第6条三字之下加入第一项等字。第13条违反二字之下加入第6条第二项等字，完成二读。好，各位同仁，对于甲四号案二读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继续讨论甲五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五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为本市中山段5小段17-9地号等8笔市有非公用土地及本市中山路85巷1号等2笔市有非公用建物拟处分一案提请审议，办法事故会审议通过后，报内政部核准办理处分，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好，各位同仁，请翻阅甲五号案的附件土地拟处分清册及位置图，请同仁自行参阅。请问各位同仁对甲五号案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原案通过，继续讨论甲六号案，请议事组宣读。甲六号案提案单位嘉义市政府，案由本市107年李林调整案提请审议，办法事故会审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并报内政部备查，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好，各位同仁，请翻阅甲六号案的附件李林调整案的资料，请同仁自行参阅。好，来陈信之议员，请发言。主席哈，咱市委、咱市长甲各位主管吼，阮议员当年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吼。我感觉讲吼，我对这个案吼，我有一点意见吼，就讲咱既然要甲调整好势，因为嘉义市过去吼，离咱的路还未开辟好的时阵，是拢无盖明确。
啊，咱即马咧，伫即几十冬来咧，嘉义市的道路无百分之百开辟好，嘛还佫有90%拢好啊啦，吼。细条路咱莫讲啦，大条路差不多拢好啊，吼。啊，所以呢，我的认为是感觉讲，既然咱里面要调整，咱是要互伊调整哦，舒适和好势，吼。大里的街道爱来拆开就拆开，但是有寡迄个爱变爱来调整啊，还是要调整啦，吼。啊，我就来讲，既然恁有买迄个时阵，我觉得说，咱行政机关应该是咱公务人员是要行政中立啊，吼。恁爱以恁专业的角度，咱要安怎来甲用，较会舒适，较会好势，吼，较会大家较平均，卖讲做爱大力的。做大力细力做细力，这样子也不好啦，吼、哦。我是认为讲啊，之前嘛，伫咱咧调整的时阵吼，如果你若一细很多做计改的时阵，那不应该再有这边的力，再过超过那边的力吼，安尼我嘛感觉无好。噶既然呐，如果讲要做，咱就做较完整，噶做好势，吼、哦，卖吼、哦，这力伫这边，再过拖一出来来伫这边，这样子也不好，吼、哦。我感觉讲认为啊，人来讲吼。啊，你们自己也看一下哈、哦，有迄800几户，结果20几人，啊，人迄1700户，较超17人，啊，所以我感觉讲吼、哦，你们既然要调吼、哦，啊，咱就做好势，调啊好，卖互伊安尼，这个单要送出去吼，安尼直直去那个倒转来吼，都爱用肉骨倒转来，袂当洗转来，安尼嘛无好啦吼、哦，所以我感觉讲，既然咱都有心要做啊吼、哦，我唔是讲恁这个案无好嘞，我是感觉讲有心要做啊，咱甲做较周至。做较完整嘞，好、哦，我希望讲啊，会当予咱大家呢啊，干嘛看起来干嘛讲，哎、欸，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调整哈、哦，谢谢。好，谢谢陈信之议员的建议，陈议员，那是否我们这个案子今天没有？我想把它退回去，重新再检讨，然后再送过来。好，那请你，他还有很多都。足侪拢无盖熟悉啦，吼、哦！你依林来讲啊，或依丽来讲吼、哦，也是很多都不合，无够咱的这个迄类吼。我干嘛讲吼？条件我较熟悉，较退你来啦。好，各位同仁，陈信之议员表示此案退回，下次再送大会。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啊，主席。好，廖天龙议员。当然啦、啊，干嘛讲伊变了无好势吼、哦？我是干嘛讲去定变是好啦，但是我即卖讲，因为吼、哦、要变的时阵吼、哦。我是希望讲，若果变出来的时阵吼，是咱先开一个聪明会啦。哦，卖讲，因为即摆向都提出来的时阵，哎，我看法底足侪无合理的，当然是足侪合理的。该减的无减，啊，该加无加，哦，该加有加，该减无减啦。啊，关遐你的调整，你的调整吼，嘛是无合理啊。所以，咱的路是毋是当讲要较完整者？因为较早的调整的时阵吼，有可能遐个里长的也有做问题啦。啊，所以。调整啊，有的我来我去吼，无甲细听啦。啊，既然甲要调整，就当然调整就好啦。但是我感觉讲，若调整要搁上台时阵吼，先开一个说明会，阮议员是开个说明会咧，有意见当场提出来，吼、哦。啊，无即摆你即摆向提出来，大家看了无问题啊，对吧？是不是搁提长个嘛唔好？好、哦，所以以上。好，谢谢廖天龙议员，请问各位同仁，好，张秀华议员。主席，对于这个代志看法呢，我希望咱民政处这边呢，应该爱做通盘的检讨。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啊！因为早期呢，吼、哦，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迄阵啊呢，林立要重编的时阵呢，因为有一例变作三例，然后呢，一例变作四例、两例，还是三例合并作一例。那当时呢，有就任的里长，他就会以自己的区域为做接钩来去做分配。我想这个不符合这个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哈、哦。那这个林呢，有的林干那几十户，有的林是。像咱老厝讲的，讲一年内底有几百户，我看那个林长真的很可怜哦。大概若要去上咱的政令宣导啊，是迄个选举公报啊，拢是塞迄个修会车啊，安尼伫上。啊，有些林都摸了一摊，安尼伫伫行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真正下去做一次的通盘检讨，然后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个林的部分呐、啊，会当会较偏紧的，卖大细林差侪。好、哦，以上这是我的建议哦，谢谢。好，谢谢张秀华议员，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同仁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是否我们此案请市府自动退回，重新规划，再送下次的大会？好，请继续。
宣读一下。决议请市府自动退回重新规划，再送本会审议。好，请继续。讨论议员提案。好，各位同仁，请翻阅议员提案。那么一共有33案，其中编号乙32及乙33号案要设组这个专案小组。那本次议员提案经各审查委员会审查之意见，皆原案通过。首先讨论编号乙1至乙31号案，请各位同仁自行参阅。那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以上31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原案通过。继续讨论组设专案小组的议案，共有2案，编号乙32及乙33号案，请各位同仁自行参阅。好，各位同仁，对于这2案组设专案小组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决议原案通过，请提案人担任召集人，那么联署人担任小组的委员。临时动议。好，各位同仁，现在进行讨论临时动议，一共有4案，请议事组一并宣读。动议人王美惠议员，呼议人萧议长、苏丽等15人，按由敬请市府尽速将本市最古老的古迹红毛井纳入观光轴带，并维护整修时期成为新的观光亮点，办法送请市府采纳办理。动议人傅大伟议员，呼议人张秀华议员等11人，按由为了解嘉义市空气品质之优劣，建请于本市各级学校及公务机关安装空气盒子，办法送请市府采纳办理。动议人傅大伟、黄陆慧等议员，副议人蔡文旭议员等10人，按由建请开辟日新街66号前8米计划道路，办法送请市府采纳办理。动议人傅大伟议员、副议人廖天龙议员等11人，按由建请开辟弥陀路238巷56弄8米计划道路，办法送请市府采纳办理。好，各位同仁，对于以上的临时动议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决议原案通过。各位同仁，请问还有没有临时动议？如果没有其他的动议案，那么本次定期会的各类议案已经依法定程序完成审议。宣读会议记录。现在请议事组宣读第22次的会议记录。第22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31日9时34分，地点本会议室厅，出席议员祥如户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2人，本会秘书长陈威成等3人，主席萧议长苏立报告事项，依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专案小组报告讨论议案临时动议闭幕典礼。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是本会105年5月30日受理人民请愿案一案，业已转交当事人。本日议程专案小组报告，为了解是否出售私有土地及管理情形，专案小组决议照小组结论通过。市政府提案甲一号案，按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依法公布并执行，审查意见照原编通过，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甲一号案，按由105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次追加减预算案业已编竣提请审议，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甲二号案，按由104年度本市总预算案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业编竣提请审议，请进行二读，办法是归会审议通过后，并入104年度决算办理，审查意见照原编追认通过，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完成二读。甲二号案，按由104年度本市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业编竣提请审议，请进行三读，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甲三号案，按由未修正嘉义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提请审议，请进行二读，办法是
工会审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并报行政院备查，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决议原案通过完成二读。甲三号案为修正嘉义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提请审议，请进行三读，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甲四号案案由为制定嘉义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请进行二读，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并报卫生福利部核定后公布，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修正部分。第四条向下加入第一项点点点报告等字，第六条向下加入本市辖内点点点瘦肉精等字，第九条健康之余等字之下删除加入或获得国内外点点点网页等字，第十二条、第六条向下加入第一项等字，第十三条违反向下加入第六条第二项等字。完成二读。甲四号案案由为制定嘉义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提请审议，请进行三读，决议照二读决议通过完成三读。甲五号案案由为本市中山段、五小段、17-9D号等八笔市有非公用土地及本市中山段八五巷一号等二笔市有非公用建物拟处分一案提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先报内政部核定后再公布施行，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决议原案通过。甲六号案案由本市107年礼林调整案提请审议，办法是贵会审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并报内政部备查，审查意见提交大会讨论，决议请市府自动撤回，重新规划再送本会审议。议员提案以一至以31号案审查意见及决议均原案通过，以32及以33号案审查意见原案通过，小组成员由大会推选决议原案通过，请提案人担任召集人，联署人担任小组委员，临时动议01至04号案决议均原案通过，宣读完毕。好，各位同仁，请问对于本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第22次的会议记录已经于议程结束前宣读完毕，并经大会确认。各位同仁，本会第九届第三次的定期会会期30天的日程到此结束，那么继续进行闭幕典礼。嘉义市议会第九届第三次定期会闭幕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最敬礼，敬礼。预备，请坐下，主席致辞。涂市长以及我们市府各局处的主管，各位媒体女士先生，本会各位议员同仁，大家好。那么首先在此感谢各位能够来出席今天本会第九届第三次定期会的闭幕仪式。那么在本次的定期会，我们除了听取了市府的施政报告，尤其对于这半年来我们市府的施政的表现，以及我们嘉义市民所关注的重大议题，包括铁路高架化，包括污水下水道的这个进度，
还有包括北港路区段征收的进度，包括公三十六的规划案，以及我们嘉义市殡仪馆的这个争议案等等，还包含了我们的交通、教育、观光，那么市政建设，还包括了文化、警政等等议题，我们议会的议员同仁大家都本于监督的这个职责，提出了许多这个意见跟看法。那么尤其对于果菜市场、鱼市场，自从启用以来，可以说是有诸多的缺失。我们也希望我们市府各相关局处单位对于议员所提出的建议跟看法能够予以重视。政府是为服务我们民众而设立，我们希望政府的用心能够让人民感受到政府的重视，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权益受到保护、受到维护，希望我们市民的意见也能够受到尊重。虽然在前天的远见杂志，我们嘉义市的市政满意度是最后一名，但是我们在此要勉励我们的市长不要气馁，这也代表着我们嘉义市民对您有高度的期许，也希望我们大家府会一同努力，为嘉义市的长足建设的发展，为市民的权益，我们一同共同来努力。谢谢大家，那么也祝大家公务顺利，也预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谢谢。李成。